因为我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做狮驼，大概在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做，但是正式做的时候是当兵的时候，因为当兵部队需要用到狮驼，所以就正式接触。这个制作的过程是我们家传的一种制作的方法，这样子，然后做到现在大概做了30几年。我们制造狮子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原来狮子有那么多的种类，然后间接的我们就直接对它就产生了兴趣，所以我们就越做越多。那么台湾这边的狮子，它的种类真的很多，因为早期从大陆过来的时候，有一些简单的狮子，后来因为在融合了当地的一些文化、一些冲击，所以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形状。那么每一种形状寄所在各个地方会产生不同，像北部的开口狮、中部的闭口狮、南部的金狮镇，尤其是南部的金狮镇，它们的形状差异性更大。但是从一只狮子的形状，你可以找出说，这个狮子是出自于哪里，出自哪一个师傅。所以台湾狮可爱的地方就是在这里，它有一个不同的派别、不同的形状。因为台湾狮的制作，它的形状变化很大，所以每一只狮子它都有一定的模具要制作，不同的形状一定要制作不同的模具。那么模具制作的话，你要用泥土下去塑造。塑造出跟它一模一样的形状以后，要等它干燥，等干了以后再贴纸、贴布。那么贴的过程一定要天气好，等它完全干燥以后再把它拆下来，然后再加上竹片，然后表面处理以后再彩绘，装上这些附件。那整个在制作上用讲的，它的速度是很快。其实在制作整个过程的话，大概在20天至30天左右，也要看它的天气。我以前也曾做过一只大狮子，结果就失败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？因为光线的问题，光线能影响到你整个角度。那一开始我还没注意到那个问题，因为你换个地方做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。结果当我们把它做到半成品的时候，发觉到它歪掉了，到最后是整个就把它撕毁掉。各家的制作方法都不同。那因为刚开始我一直在制作各个地方的不同的狮子的时候，很多的师傅他会告诉你说，啊，你这种做法哈不符合他们的要求，所以他会教你不同的方法。那我们就是一直在练习这个东西，后来我们才发觉说，原来怎么去做一只好的狮子，整个步骤、整个施力点，那个都是很重要的东西，也是用经验换来的。那这种东西其实还是要用时间下去做保存啊。我们希望的是收集更多的东西，保存更多的东西。那我也希望我的小朋友这样子还是以上班为主，然后以业余的时间来从事这个工作。因为其实它真的也不是算一个很有利润的行业啦，但是以保存来讲，还是要有人保存。因为这个东西你不保存，你不继续下去，那以后真的大家都看不到台湾狮。